我跟你说，其实中国好家庭当中可敬可爱的家庭特别多，这不场上都坐着几位吗？啊，首先是我们的歌坛双子星徐子威、徐子淳兄弟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文艺世家《红高粱》里罗汉的扮演者，《芈月传》初离子的扮演者，著名影视演员宋嘉伦，欢迎我们的体育世家，被球迷誉为亚洲第一控卫的郭艾伦。那最重要的是啊，他们俩现在还是个组合，那叫做双轮组合。双轮组合，对呀，这名起得多好啊！那这正代表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的新征途中，那咱们辽宁儿女信心满满，奋发有为，戮力同心，舍我其谁？哎，那我有个提议啊，哎，要不要咱们这个双轮兄弟？啊，代表咱们中国好家庭，更代表辽宁儿女，啊，为大家唱首歌怎么样？好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好，那我们哥俩就双轮驱动再出发。好。山万水，穿越多少时空，演绎着世间风起云涌，袒露着悲欢不同。奔跑在方圆之间，将近来默默天空，挥洒着激情绽放的灵魂，收获着绵绵感动。山万水，穿越多少时空，演绎着世间风起云涌，袒露着悲欢不同。奔跑在方圆之间，脚尖来破破天空，挥洒着尽情绽放的灵魂，收获着绵绵感动。再出发，用见彩虹，让世界喝彩，豪迈人生。不破的季节，家的担当捧开我胸，青春的洋溢，爱的故事卷起多柔情。跨过波坎，依然还是烈马在嘶鸣，滚石上山，依然还是家国旋风。再出发，双轮驱动，彼此的年龄不同，心相通。再出发，真心英雄，一起去追赶精彩的梦。彼此的祝福，共赢在真心，再出发。
彩虹，让世界喝彩。